白上快啲申请搞妥可上路。以前想去大湾区四围铺，唔系逼巴士就赶火车先至可以上到路，唔想等又唔想逼，依家就有个好消息，赶车北上轻松自在好得戚。点样申请？等我讲下自己嘅申请流程。首先可以用手机登入呢个网址，大家只要喺左上方嗰三环嗰度点一下。申请港车北上的第一步，点入这个网上的抽签及申请，终于抽到，跟住呢我可以递交申请㗎啦。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，就可以上网预约去其中一间终点接受检查验车。第四步，打印临时机动车牌证同埋等收呢封闭道路许可证。跟住第五步亦都系最后一步，就可以开始预约出行啦。